行，还有哎，那位女同学刚你举个手，我特别提一下临湘另外一个好朋友，他的同学叫李杰欢的，因为他不能来这边，他在外州，但是呢，他发了一份特别好的一篇文字，我看了特别的感动，所以我在这特别提一下他的这个好朋友，也算是他的一个闺蜜，叫李杰欢。哎，大家好。说一下，我是那个第一的，然后这张照片就是说那个是我们大一结束以后的军训的照片，是三班和四班在一起，就是我像林翔是第一排第四个，然后我是第二排从左手的第二个，然后这张照片是是 G14 和 G13， 就是另外一个 G14 的一个宿舍的合影，这两个宿舍就是说他们挺 close 的。像林翔的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在他们那个309那个宿舍的话，基本上是三个北京的同学，然后一个外地同学。这个就是朱努力他今天来不了，也是因为非常的悲伤。然后他得到了林翔很多很多的照顾，所以我想，林翔是把大家的，就是说带回到这样的一个过去回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现场。我就想从我的角度来讲一下我对林翔的认识，因为这件事情的话，我们第一很多女生像今天来在现场之前也聚会了一下，他们都坐在那里，整个清华计算机系第一的女生大概有27个，然后全年级大概是150个学生这样子。我的印象中就是林翔她体育很好，很开朗，很健康，非常的漂亮，然后她的漂亮就是既爽朗，有时候又有一些羞涩。比如说你可以说像我们，他很喜欢足球，我们曾经一起在那个七号楼那个一起看那个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非常的关注，非常非常的专注，那种感觉你就觉得哇，你像这么漂亮，有种动如脱兔静若处子的那种印象。对，然后有一次他剪了短短的头发，就有点像特别像奥黛丽赫本，因为他本来就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就说哇这么漂亮，他就说哇就是有那种羞涩的一笑，你以为他好像很爽朗，其实他也有就是非常柔情的一面。然后还有就是另外我们在军训的时候，其实虽然大家都才进大学一年，但是林翔非常的善于交朋友，也是一个天生的 leader， 所以在这个活动的就是那几个大概我忘了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的军训，基本上他就是我们的班长，然后也跟那个军训的教官关系就是特别好。就军训结束以后，他们就自然的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那教官还到学校来看我们的时候，很多的接待都是林翔去组织的。所以我觉得是他天生都 M 派，然后也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对别人都很好。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几年前，我们 G14 啊，就是我们 G14 班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的班长啊都在这里。就是我们基本上每一年会就是这个小班级会聚会一次，其实也没有几个同学，所以有一次的话，第一是只要从国内或者有同学过来或者从别的州过来，我们都会在一起吃一次饭。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是因为胡昭要过来，胡昭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企业家。然后那次来的时候，就是退我们已经先都坐下了，我等了好一阵，然后是林翔和那个胡昭一起进来。你就像你说的，优秀的人总是在一起的。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是几年前，其实我们都很多年没见面了，我真的是太惊讶于她的那个美丽了，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漂亮。那因为是近距离吃饭嘛，就说你就看她的表情啊，非常的基本上是完美。然后我们谈家都可能就谈各种问题，要谈这个大家说啊有各种议题，甚至当时不是要公校同厕啊这种。就是有不同的争执，他最后的他说的是哦，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但是我觉得可能解决的方式不是很合适。我觉得他这个总结性的发言基本上就把大家的争执就 surprise， 所以我当时觉得哇，他其实不只是自己长得这么漂亮，这么能干，而且他自己其实他的智慧一直在成长，随着他自己成长的平台，这给我很大的印象。回去以后我就发微信给他聊聊些别的，最后我说你今天真的是让我觉得惊艳，发了一个图片，就是一个有点搞笑那样的，就是一个男生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就一下子就摔到了 swimming pool 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然后他给我发回来就说哦，他说你说这句话好像让我都不好意思了，又发了一个很不好意思的那个，就是那样一个 smiley， 让我感觉到就像很多年前，就是他的
的印象，当你表扬他的时候，特别表扬他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羞涩，这就是我对他最后的印象。然后基本上就是他的美丽就定格在这样的一个记忆里。所以我自己知道这件事情是有点晚，像你说家中，你说天天都忙啊，都不知道在忙什么。所以我知道说已经是辛辛苦的下午。嗯，当微信群里突然跳出一个说悼念林霞，我以为我自己看错了，真的是无以复加，就是特别的震惊。然后就去刷各种清华的群，各种讨论就特别的多。然后当时心里也还是存在一定的侥幸，希望这不会是真的。后来过了两天啊，我们班的 T 一四的那个欧阳琦，还有三班的刘开阳，就是一个林霞的哥哥，一起去了 LA 去处理那些后事。然后他们发回来的照片，就是基本上已经确定了。然后不是有那个纪念的照片在那，他的哥哥写的是说：“妹妹，我永远爱你。”然后我们班的欧阳琦一贯的风格说：“大美女，啊，希望你永远美丽。”在那一刹那，我正在加州，就是外面林荫道上散步，我真的眼泪就在那刹那笑了。就是你会觉得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你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但它已经是一个事实。嗯，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我觉得后来大家给他各种公众号，就是心智自由，我觉得只有他能担当得起。我觉得在整个咱们第一年级，就是这些第一年级中，可能只有他的心智这么自由的，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但是我觉得林翔他是有，他不仅勇敢，而且更有能力追求到了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为他曾经燃烧过的生命，就是说感到骄傲。愿心之自由，共天地，俊秀。大家刚才形容了很多词啊，林翔说她善良、美丽、勇敢、坚强、女汉子、假小子等等的词。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也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纪念她啊。现在都拿出你们的手机来，拿出你的手机呢，然后登录到 www.menti.com Go to Menti, first of all, get on menti.com and use the code 26556056560。然后呢，你输入一个词来形容你心里的林翔。Describe Xiang with a single word on your heart。我们来。这个你的这个登的词呢，到时候会飘在这个屏幕上。那么用最多的词呢，就会变到最大，它形成一个 cloud。This cloud is for her。每个人可以写多个啊，不一定非要写。都可以，因为周围都行。对，我们给大家大概四分钟的时间来写一下这个词，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跳出来的几个最主要的词。大气、灿烂、美丽、真诚、勇敢、joyful、kind、happy。这就是大家形容林翔的这么多美好的词。林翔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非常有爱，在他有限的生命里，他做了很多的慈善的事情，送爱给别人的事情。所以下面这一段呢，我们就请他的好朋友孙嘉玲来继续分享一下林翔的爱心篇。他也确实是身体力行做了很多事情。96年到 IBM 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做希望工程，在做宣传，他就很积极的参加，然后后来一直也做了很多慈善和公益的事情。然后这边的两张照片，左边那张是他在这边照顾一个这个他的朋友，是林
去世，我们的癌症，然后那个最后头发都没有，他也是通过这个了解到死亡，对、这个、死亡有很多的认识，然后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有很多文字，很多感想，都是有关生死，所以我觉得他对这个事情是从一开始就有准备的，然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就是他对自己，也是对大家的关于死亡的一个想法。到最后的时候跟大家分享。那右边这张照片呢，是他在新兴基金会的时候，去这个支教，去帮助这个贫困地区的学生学校建学校，这个发的照片。像这张是林翔还有其他清华的同学牵头捐的小学，过程纪念在宁夏的这个纪念。那今天呢也有很多是新兴基金会来的这个跟林翔一起做慈善的朋友，我也大概讲一下他在新兴基金会的这个参与那个他是2003年的时候到新兴年刊呢担任编辑，然后2004年呢去到宁夏去这个考察宁夏的学校，然后同样一年呢他就加入了这个基金发展的师资组织培训，然后他跟这个朱伟仁先生一起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跟朱伟仁先生也是有15年的这个交情在里面。然后后面他到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担任这个宁夏的这个区域联络人，然后后面呢就是一直到2006年担任这个师资培训的主要的负责人，然后到2007年的时候担任英语种子教师的这个培训，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呢荣获这个 certificate recognition， 这个一直到2009年担任这个北京联络处的这个负责人，到2010年呢还是参与这个清华大学的新兴基金会方面的活动，一直到现在他最近的这个工作做这个 Ventures Capital， 也是朱伟仁先生在一起工作，然后也是跟基金会的这个朋友和朋友一起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是从这个比如说20多年吧，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慈善工作，然后花了很多心血，然后他的这个自己的记录里面有很多是他要这个有很多事情是有关于要做慈善要帮助这个人，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后面的这些呢就是他在基金会的时候的照片，所以如果有基金会或者是其他了解他做公益的朋友呢那个我想也是上来讲一下哈。那我们就请新兴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臧大化先生来分享一下。声音小点，就把这个做对。是2003年参加了这个新兴基金会，2004年跟李瑞、金芬还有天波仪他们可能去宁夏考察的时候，他就组了一些清华的同学，就捐了一个素人新兴小学，另外也参与了这个宁夏地区的负责人职位。那以后的话，2004年我很有幸。跟这个林翔一起到中国湖南的湘西参加这个选拔和这个培植新兴小学英语教师的这个计划。然后呢这个林翔的话又各种年刊征文比赛他都有参加，帮助新兴的这个学校能够做的事情他都有要参加。去了中国以后呢，他也是做我们北京联络处的这个负责人之一，也跟新华大学有一些互动的工作，就是新兴教育基金跟新华大学有一些活动来帮助这些贫困地区的学生。林翔的这个不用讲，就是他的这些
助人慷慨这个跟大家互动的话呢，受到新兴教育基金会的这个当然认可，也受到很多的殊荣。我知道他今年是终于正式加入这个这个朱尔仁先生创办的这个 Baku Campus 的这个有一个的小基金的这个组织，那他就正式加入。就在两个多礼拜前，他跟我见过很多面，就谈这个他对这个创投啊跟这些东西的想法。当时他的是表情是非常乐观，也充满了这个希望，很想在这方面呢有一番作为。所以我说这个没想到那个以后他就去参加这个潜水的这个活动，这使我很吃惊。就是说我在最后的这个见面还在谈他这个参加这个投资创投，他自己心里的想法还有很 open 的这个跟我的对话。那这个我想这个这个林翔呢是一个大家都形容的很好，就是他是又漂亮又开放，然后呢又愿意助人，他燃烧自己照亮了很多这个对新兴的小学及社会人的话呢，都在他的帮助之下。我想他的这个豪放美丽大方的身影呢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谢谢。这个 partner 主要的 partner 之一啊，好，下面我们就请吴祖伟 Tina， 也是新兴的跟林祥子一起做义工。大家下午好，我是吴祖伟。好，那我看着我的 iPad 档，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把我的时间控制在三分钟之内，否则的话可能半个钟头说过去。我认识林翔是在2003年，当时呢我在新兴市做负责招募及训练新的义工。那就在那一年的新兴的筹访会上，我就看到一对明亮的大眼睛还有甜美的笑容就站在我面前，充满活力的阳光女孩。我心里想，哇，这女孩怎么这么漂亮这么可爱。那直接着呢我就跟她聊到这个新兴的一些中子期新兴的理念，他是非常非常的赞同，然后呢同时呢也就立即就加入了我们新兴的工作团队。那就像刚刚我们的理事长说的哈，他参加了各种各方面新兴工作的领域里面不乱，好像是一个救火队员一样，哪里需要他就跳进去帮忙，义不容辞的，而且呢他总是做得非常非常好，总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好。那但是呢自从他回国之后呢，我这些年呢我就不是很常跟他见面了。那但是每次新兴的筹款会上，那偶尔呢我还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永远都是神采飞扬的，然后每次看到他都非常的高兴。最近才在一个月前，还不到甚至不到一个月，8月25号那天的新兴的走访会上，我们还又见面了。然后呢他还在念着星星，他说，听了姐，我可以帮星星哈、做一些social media 的工作，可以把这一部分把星星的理念再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我们非常开心的聊着，最后临走的时候呢还说我们近期要约着见面哦。我还在等着他打电话来给我，没想到他就像大家刚刚说的，活泼外向，热情亲切。我们在新兴里好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新兴的义工大家庭。那他真的是老少通吃，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那我跟他，我也把他当作是小妹妹一样的看待，他也是这样听啊姐长听那姐短的，常常就是帮我做一些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常在我们家里办一些新兴的活动啊，或者是圣诞节跟新年的这个 party， 那
那他总是在我们家忙前忙后的这个帮忙张罗着，让我们的这个活动能够做的真的是非常大的气氛非常好，非常开心。我觉得呢，他像是一个女超人，他除了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以及社区爱心服务上做得非常好之外呢，还可以上天开飞机，这是我最敬佩他的地方。那我们星星里面有一位资深的捐款人，以及是现任的理事黄思雨女士，甚至呢，她还带着黄思雨跟她的女儿到天上去遨游在旧金山的湾区。然后她还跟我讲说：“天娜姐，你知道吗？开飞机很容易耶，一只手就可以开了，她用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就可以开飞机了。”我说哇，那好像比开汽车还简单，是不是？我一定要去学一下。然后南上山下海嘛，下海他去潜水啊，开船啊，也是他，真的是他真的在多才多姿，真的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那他真的是不仅热爱生命，关心生命。而且是有很多梦想很多理想的年轻人，那这些年来呢，他也实现了他一部分的理想。那可是最近我知道他有提到过他的一个理想呢，是想说做一个有关于 nutrition 还有 health 方面的一个app。 那透着这个 app 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能够保持他们的身心灵方面的健康。所以这但是很可惜，这个梦想他就是完成不了。那我希望在座的他的好朋友，清华大学的，或者是他工作上面的好朋友、好同学，能够帮他继续完成他的这个梦想，好吗？
其实令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家的樱桃，就是他们家的樱桃这个又大又甜，我们就是大家都很 impressed， 然后说哎呀，你们家樱桃怎么这么甜啊？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家有些樱桃在这个树上还挺高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 low hanging fruit 我们都已经采完了，然后大家还想吃，银香就搬个小梯子自己三下两下爬到树上去把樱桃采下来给大家吃。大家这个樱桃真的是我们那一票人后来一直都念念不忘的。2008年之后，就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当时那一票人就突然就各奔东西了，就是有回国创业的，有这个回国发展的，银香当时也回去了，就是去微软了，还带他那条大黑狗。就是之后的话呢，当时也没有手机，当时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微信，所以大家的联系就是三号就断掉了。但是呢，就是说大家还一直在 Facebook 上和 LinkedIn 上保持有联系，我也是一直这个默默的这在为银香师妹在关注嘛，因为她回去海归，然后又归海，然后从微软又跳到这个一家游戏公司负责这个北美市场，然后做的职位都挺高，然后最近又做这个 VC， 然后我们都是一直默默在为他喝彩。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另外更加 impressed 的就是他这个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就是包括我们这边只是想象过的有什么事情，他都一去做到了。这个是让我觉得真的是他的生活真的是活得自在，活得精彩。就像丁文平说的一样，他这一生可能活出了我们两生才可能有这种经历。当时这个在9月3号的时候，9月4号的时候，当时大家一起在捐款的时候认识了共同的一个朋友夏华夏，他就是发了朋友圈，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第一感觉是这绝对不可能，就是真的是就像心脏被猛猛的这个撞起来，想说这个不可能。就是后面我就这个通过各种渠道去问去了解，直到最后知道这个事情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林翔他确实是活得自在，活得精彩。我是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接得越飞越高，自由自在。好，谢谢大家。林香，这是他的爱心的一个分享。林香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而且特别有趣的一个人。我记得他以前跟我说过，他说那个你出去玩吗？我说我创业以后都没出去玩。他说多没趣呀，那太没趣了，他活的什么日子，把我训了一顿。他说呢，我就想出去玩，他说而且出去玩是我都不计划，我也不准备，我忽然想到哪一个地方我就可以立刻去。我就想忽然到一个地方遇到一些奇妙的事，遇到一些呢让我感动的人。其实他的那种洒脱，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他真的可以这么做。对林香的有趣儿和他对生活的热爱这部分呢，孙嘉玲也是准备了一些图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谢谢啊，我那个找到这个林翔在他自己的那个电脑上的这个 quote， Ideal holiday would be going somewhere at random with no preparations and being open to whatever life throws at you. It is only then that we get experience raw emotions. 然后他就真的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每天都活得很好啊。你们很多人是活一天然后重复很多年，他是每天都是新的。然后他对朋友都是帮了我很多，包括我妈妈去做手术都是他带着去，不是我带着去。所以他写的也是很好，他说 The only way to have a friend is to be one、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很感动的。后面、这边的可以先聊他也有很大，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大
很 funny 的那一部分那一面，就是很调皮的那一面。所以他我也找到一个，也是在他的那个图片有一个 Anyone can be passionate, but it takes real lovers to be silly。然后他就是真的不在乎，会把他 silly 的那一面那个展示出来。这个是有声音的，他是说我现在在做一个脖子的运动，这是做一个双下巴的运动。哇，哦，那个本来是有声音，没有声音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张才有意思，大家看。我可以猜测一下他当时的这个讲的话。他说你还在拍啊，不要再拍我。生活的照片，那个很多是他那个，就是很犀利的那一面都会显示出来，但是有他很努力。大家如果有什么跟他在一起的趣事，可以上一下。那个有没有人要分享？那个马瑞，嗯，I'll share in English. That's okay.Because that's the language Sean and I conversed in. So I'm Ray and I've known Sean for 10 years. Actually, I think I met her right after she moved back to Beijing. And when I met her, I didn't realize she had moved back to Beijing because she's such a Beijing girl. And at that time, I had just moved to Beijing. And, you know, we have a lot of yuanfen because...I think I met her right after she moved back, and then we actually ended up moving back to the Bay Area at around the same time. And it turned out that her house in Fremont is actually about only like a mile away from where my parents live. So we just ended up hanging out progressively more and more. And she's one of those very rare friends. I met her like when I'm basically 30. And you know, after I think everyone who spoke here met her in,earlier in her life, and it's just very hard to make very, very close friends, you know, after you're well into adulthood, and she was one of those friends for me. And I think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m going to share today are basically about Sean's more silly and mischievous side. So I think she would want everyone to know about this, and I think many of you guys do have seen her silly sides, like the video we just saw.So for example, one of the ideas I actually had,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know, like she actually really liked dancing. And one of the ideas I had for the service was that we should all get up and dance, because I even have on my WeChat that one of her messages to me was that her first wish after she finished her house would be to dance naked in her house to reggae. And she liked reggae a lot, partly because she went diving a lot and she went to the Bahamas.A lot to dive, and she told me that she had viewed so much Latin music on her YouTube that all her commercials were now in Spanish. So that was how much she really liked dancing to beats. She also loved to travel, of course. We talked a lot about buying retirement homes all over the world. We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be, you know, single spinsters.Our whole lives, and then we like had all these dreams about having a group home for old ladies. I wrote on my Facebook that one of our dreams was to have this group home where everyone would contribute a talent. But I always laughed at her and said, your talent is not cooking, not
She claimed she was cleaning, but I thought she was just okay at cleaning, and she constantly got lost. And in fact, she was always late to many of our meetings, and she was often very clueless. So I don't know if any of the photos I shared made it into the slideshow, but like when I was looking through our photos together, and unfortunately we didn't take that many because we were just too busy having fun, but one of the photos we have is like, we went to an escape room, and of course she arrived late, and then when we got there, she had no idea what an escape room was. So she went in, very clueless. We were all really bad, so we didn't even make it to the second stage. And afterwards, when we're taking a photo as a group, you know, everyone is like making a sad face and holding up a like we failed sign. But Sean's the only one smiling and holding up success. So that was a typical Sean moment. There's other moments where we have a Halloween. I think some of the girls who were at Halloween were there. We've had a Halloween event where I bought a lot of extra costumes and I made everyone dress up, and she at first like refused to dress up, and I was like, no, you are here, you have to dress up. So she picked a Greek goddess costume. She looked very, very stunning in it. She was the last of us to get dressed, but everyone was like, wow, after she got dressed. But she insisted that she wanted a part of my costume as her piece, because I was dressed up as Catwoman and I had a whip, and she insisted on holding my whip and whipping me, and she thought that would be really funny if she was a Greek goddess with a whip. So she had a very quirky sense of humor, and she just like loved to play around. She really did not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ought. That was one of the things like I really appreciated about her, that I think everyone here saw her really happy side. I would definitely say at times she was also lonely and sad, but she, despite all of that, she never compromised in what she wanted out of life. So she never settled for something she didn't want just to not be alone, or for something she didn't believe in. So she was uncompromising to the end, and she was like very fearless. I'm wearing a scarf that she, actually, it's in some of the photos back there. So I went to her house and picked up one of her items. One of her wishes that she had told us, when her friend Valerie died earlier this year, I talked about death, and one of the things she said was she really wanted her close friends to take her ashes and spread them in interesting places. So it looks like we'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 really encourage all of you, if you have time, or if you're close with her, take something of hers, and when you do travel and go somewhere, take it with you. I do plan to, you know, take this with me when I go to fun places, and I really miss you a lot. I'll be thinking of you, Sean.